那这是我们最后一首歌的示范，我们要示范一个乐团合奏，而且是你们比较听过的歌。那在这首歌之后，我不知道你们都选好乐器了，你是不是想去吉他，对不对？你是之前就学过了啊、哦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那你想去哪个乐器？吉他，对，因为吉他是非常有钱，这样。那不要跟他讲。对，师生之间不可以有那个金钱性交易，哦，对，金钱性的交易这样子。好，那对不起哦，我今天一直讲奇怪的话。最后我们要示范一首歌，完了之后你们就要分组哦，所以想一下你们要哪选哪个乐器哦。那麻烦就是二年级的干部，就是教学们，对，等一下我们要分组来看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示范这首歌，你们已经听过了。最正的，那我们大湾的门面单吧。如果你跟我说，哦，没有梗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我就要上一些评论去看。如果你跟我说你要离开我，我会这么说，我会这么说。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。
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等一下我们要